钱律师，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呀？我拒绝一切跟工作无关的事情。看你吃饭真的浪费我时间。瑶瑶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他在两年之内不准备谈恋爱结婚，打算专注事业。什么呀？我们以后工作接触的机会非常多，我希望你能守住自己的底线，把持住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达不到我的审美标准。说的你好像达不到我的审美标准。给你冲了一杯咖啡。女人和男人是平等，没有哪个性别生来就适合做泡咖啡、复印文件这种工作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努力不拖大家后腿。这是我整理的几个思路。怎么样，亲？是不是给你找到一个特别得力的助手？稍微有一点点用吧。这是你第一次夸我。有没有觉得最近老板很变了？你恋爱了？怎么可能啊，大哥。这位兄弟，你对我有点敌意啊，你是不是也喜欢程瑶？既然对人家有意思，直接上了。不可能，追人这种事儿不符合他的格调。难道送你回家吗？需要家政服务吗？没想到女友说我还挺可爱的嘛，老板。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很喜欢你。老板喜欢我？你是我所有的权利和义务。你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不可抗力，我真的就谦卑的回去，请求你成为我的。